嗨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在给大家更新优质解说视频的同时呢，我们也打算让自己的节目丰富多彩一些，包括首杀以及精彩集锦。那么以后优质的解说将继续在这里播出，而首杀精彩视频以及连五坑我们会放在一个新的频道来播出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订阅与打赏，我们的节目因为您的支持而会更加精彩哦。嗨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两盘非常精彩的国战，希望您能够喜欢，也希望您能够多多三连支持我们一波。那么我们的首杀集锦呢，将继续在我们新的频道里面播出，也希望您能够多多关注一下。我们就是两匹马车啊，共同拉着我们这个事业不断前进。好，我们这一盘的话，主角是这个李典和这个典韦，这也可以啊。典韦像李典过关量这么大，过出来距离应该还是可以，关键时刻给他一刀啊。就是因为这个典韦这个强袭，基本上来说你是躲不掉的啊。除了那个国战里面，除了小乔之外啊，其他人好像也很难躲掉的啊。好，那么看一下，黑这个地方周瑜的话，周瑜这个主将就不用猜了啊，这个他是那个大孙坚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家伙那个啥，他没有丢的，他这个家伙他没有丢牌，所以刚才那家的手应该是有货的啊。好，咱们先，诶，这个牌你留一个冰凉在手上那也行吧，因为你李典应该是有这种过牌的。然后如果你要留基本牌保命的话，还是留一个沙，最好是一个沙闪，然后一个桃在手上。好，这个地方的话，那个黄元英开始盯着这个孙坚和这个周瑜打了啊。好，无懈可击。那么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是周瑜和诸葛亮对吧，计生瑜何生亮，其实历史上这俩人其实没什么那个像我们大家想的那样子啊，但这个故事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啊，就是说这个周瑜并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但是周瑜和那个曹仁确实是恶战了很久啊，最终的话虽然周瑜把曹仁打跑了，但是自己也元气大伤啊。好，顺手牵羊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，诶，这个丢这个牌这是啥意思啊，我是这个鼠，这个家伙谁也不拆这个。哦，这一下这个黄忠还可以啊，给了他一刀。那么是这个鲁肃，哎呀，这一下有点伤。其实这一下如果可以的话，感觉可以撸牌的吧，鲁肃这一下。那鲁肃像自己的过家牌，我觉得刚才那下可以把黄忠那个牌，你看你还有黄盖呢，你干嘛不撸呢？这下打得输了，他其实刚才可以把那个或者说把他的牌撸走的。好，杀杀，哎呀，你看这玩这个啥，这个谁，这下撸一下。哦，这么撸那也行吧，反正你给的牌那个他那个牌手上应该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货的。好，因为这个黄元英手上刚才他这么过，应该这个好东西还是有的啊。看怎么打杀，这应该是没有了，因为他的牌是自己知道的嘛，是换过的。好，打掉。那么这一下这个黑，这一下，哎，这个时候发动这个技能，哦，给了一张这个牌过去，他这个地方丢不了吗？这个，就诸葛亮如果丢的话，这个我还没有试过的，就周瑜给过去应该是可以的吧？周瑜现在这个技能不是给过去那个气质同那个颜色砖，诸葛亮不是有一个那个啥，他不是有一个那个武器，现在我觉得他可以丢的吧？好。那么这一下的话，那个李典咱们出来，那就这个不啰嗦了啊。李典的话咱们已经忍了很久了啊，那么过一下牌，但是还没有过出来什么进攻牌的。当然这个地方大月亮在，对于他们吴国的威胁可能更大，而我们就单量一个李典。另外一点，我们自己那个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后期了，所以说他不像开局的时候就马上来了这么一下。好，乐不思蜀。你看一下这样的话，别卡住了距离。哦，是太史慈，铁锁连环。那么无懈可击。好，过河拆桥，这进入了这样一个空城的一个状态，可以啊。看杀不杀？哦，杀一刀。这个，哎呀，这一下这个就不要给他那个，不要杀，不要给他那个过牌了。
啊，咱们有一个，有这个段我觉得有点危险呢、啊、这段他要把我们撸走，这个段真的有点危险哦，这一下的话，这个段鲁肃打的是绝对有问题的，鲁肃绝对是有问题的，干嘛不撸牌呢？就算我们牌不撸，你把庞德的牌撸走啊，大师最强一点不就是那个啥，他不就是那个撸牌的嘛，这个火攻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，鲁肃也是在瞎搞他。如果不是鲁肃自己的话，那个就没有这一盘素材了，或者说就算这个他手上什么好牌啊留在手上。那么看一下庞德能不能杀一刀的，庞德的话万箭齐发，哎，这个万箭漂亮。那么九，那么其实这地方我倒觉得可以吃桃的，我感觉啊，因为那个九那个流是来输出的。好，他们应该是有吧，正好还是那个，哎，救的漂亮，这个救的漂亮啊，因为咱们就需要这个，咱们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的。就是离点的话，这一盘也是这游戏里面相对来说比较那个罕见的这么一个杀，这个地方可以，因为你他要是不死的话，先打死的，打死之后再说的，先打死，因为打死之后的话，那个看自己摸什么牌，反正保证把这个连弩给搞过来的嘛，这一下可以啊，因为这个还过出来这个铁锁，反正这个典韦的这么这离点这么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的啊，好，吃我一级，好，铁锁连环。然后九啊杀，可以，因为这个地方把那个把他的卡住了啊，把他卡住了，漂亮，这一波可以。那么打一下，当然这张他刚才留一个顺手，可能是想顺这个的，因为他想把这个庞德这个打掉的。好，那么打掉，过河拆桥，那拆掉你就行了，顺手牵羊，顺一下，顺手牵羊，那么顺手牵羊，哎，好，无中生有。好，然后继续啊，铁锁连环，哎，这一波可以，然后杀，你要琉璃就琉璃的，好，这样你也是死的，琉璃也是死的，好，那么杀，那么杀，然后杀，然后过牌，然后过河拆桥，然后哎，这个手气还是比较骚的，你看这个离点啊，虽然让出来手亮，也让出来很久，但是自己一动啊，就把这把拿下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一盘啊，下一盘的话，这个孙策太史慈很帅的一波，这几盘都是这个啊，这么一波下去就是把场子清掉，这个孙策太史慈，这个有没有其他将也，如果有其他组会选这个啊，这真的很强的啊，知己知彼，你看了一下，看了一下大乔，看了一下我们，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了吧，这一盘那个孙策那个小大乔应该没有什么意见，因为我没跟小乔在一起，我没跟太史慈在一起的啊，所以说这一家他应该也没有什么意见的。好，杀，好杀，哎呀，这一张有点狠呐、啊，直接吃菜啊，这个其实吃菜也行吧，这里面的话断就断了啊。好，这肯定不是无。那么我们这张的话，哎，这一下我们有点狠呐、啊，这一下。好，那咱们有阴阳神技啊，有阴阳神技，反正十点以上都是十三点了。好杀，那么这一下你这个有点。有点很直接，那个霸王硬上弓了，这一下的话直接打，其实感觉这一下，哎呦，你看这一下，这个看一下，判了一下黑，这一下可惜了，如果再判一个黑桃那就帅气了啊。那么哎，这个地方给牌给错了，我倒觉得这样给牌你不如直接给这个确定的人呢，因为说你场上你也很难判断不是大五，这个好好，这样陆逊的话这个过牌，哎呀，这个一代劳这个过出来的牌，就怕过出来牌质量都不错、哎、你看这一下，这个咱们就很纠结啊。好，咱们在这个国之大计，审视为先，这个陆逊的话继续过牌，咱们继续过一下，哎呀，这一下没办法，过两个无懈，好吧，两个无懈，两个无懈，反正咱们也被翻面了，很长一段时间内算是这个有贡献了。好，杀，这个地方的话，这是搞什么鬼啊，这个这陆逊打得有毛病的啊，你看这人家挑战你的谦逊，你挑战人家的那个名师的啊，这个陆逊真的是秃样啊，难怪别人叫你们这些年轻人真不给力的啊，真的不给力，这个好，那么可以啊，这下的话把他们这个哎，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打的是有问题的吧，这个他自己打的是这个七号，不是你要无懈是给他打，这不是给他们两个打，这是国无懈的啊，这个打的好像有问题的感觉啊。
好，因为那个你是那个国无限，是可以无限那个一个国家的。好，那么这下的话无限不够，哎呀，也只能这个挨了一下了。不过这一盘亮点是在最后的，它亮点最后那一波那个还是可以。好，顺手牵羊，看一下这个孙权周泰杀。这一下这个孙权学乖了，孙权确实学乖了，因为那个啥，他那个双亮出来，因为打恐龙的嘛。好，那么这一下的话被翻面了，这个两个人感觉还是很不爽，老夫进京平乱，哎呀，我们桃子没了。当然吴国这一盘来说都是比较耐揍的，所以说可能唯一那个突破口是在这里，但是陆逊威的也不错，就说那个陆逊的话只能那个如果被貂蝉围攻，其实联军可以主攻陆逊那一点。哎，这一下这个可以啊，撸漂亮，这真是神，真神将啊，不解释啊，神将就是神将。这一下的话这个大师就这么强啊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哎，他把牌打空之后，对吧，周泰给配合，所以说这盘吴国这个将面配合其实还是很不错的，吴国这个将面配合。好，当然以逸待劳，对于恐龙觉得是神牌的，看他要不要那个离一下的。这离的话这杀对是肯定出的，因为周泰毕竟可以耐揍的嘛。好，那么现在就看能不能保住，这个时候不要被突破了，这个时候要被突破基本上就是那个啥，就给他们摸四张牌。这一下可以啊，乐不思蜀。这一下其实那个乐感觉可以乐他吧，这个家伙比较强的，这个大乔和这个黄盖，因为大乔动一下有这个黄盖可以过牌的。好，这一下这把群雄很强悍的，这么多过抓，这么多那个啥，那一代劳的。好，这次的话就啊可以，因为一代劳对恐龙来说是个巨大的加强的。好，桃园结义，那么这地方的话那个雕虫小技。好，其实这一下好，哇，这个两诸葛刘白啊打三个无懈吧，就当然诸葛这个地方的话，因为后面群雄是我们这个吴国三联动啊，吴国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。好，万箭齐发，哎，漂亮，这个地方的话那个因为我们有这个明的这个珠联璧合的嘛，所以这还没有用，就大他就大胆的开了。好，那么关键他有这个先驱，然后你要不要苦肉一下，苦肉还没有发动的。好，发动一下。好，过河拆桥，哎呀，这个拆的拆恐龙其实真的是这个不划算的啊，你说还不如要拆他们的那些人。好，杀那个有名的桃子啊。好，那么这一下的话判一下。好，这个让翻面，但翻面也不怕了啊，因为这个让他们贡献已经做到了啊，而且把牌打光之后，这把跟那个周泰也可以配合，所以说这盘这个配合是非常好的。好，远交进攻，那么直接来了啊，铁锁连环，然后白海仇恩，神庭酣畅，漂亮，然后九啊杀，他这一下还是可以啊，咱们要吃菜，咱们就吃菜的啊，因为那个就算他把我们太子嗣断了之后，我们还可以杀第二刀。哎，你看这个家伙他就不会的啊，他把我们太子嗣断掉，我们照样可以杀第二刀的啊。这是三国杀一个基本的原，他不如把我们孙策断掉。你看这一下这个决斗还是可以的啊，决斗连着决斗的。好，火攻，那么来，然后决斗杀，哦，这可以啊，这个两刀下去是红杀的，好，红杀可以过牌的嘛。好，那么决斗一下，漂亮，这还是吕布呢，大家也不怕了啊，咱们小霸王这个武艺的话也未必比吕布差多少的啊。最后这一波收场还是可以的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国战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。